我要成为当红漫画家，这年头就是要斜杠，路人都能当漫画家，这根本是浪费时间。我看你干脆画你自己的故事啊。路人漫画家化身超猛特务，竟敢小看我，我要让你们见识我的本领。全香佑、郑俊浩、黄宇色会、李一根，听说你画漫画赚不到13000，你是寄生下流吗？回来继续当特务怎么样？大话特务，未来电影台带您拼搏人生。